妹妹，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，妹妹。哎呀，没空，别动我东西，别动我东西。姐姐，你能不能睡觉？永远不要来烦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怎么办？解决的办法就是，你要亲手做一个摇摇乐饼干来唤醒妹妹，你愿意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也要看仔细了，这个饼干你一定要亲手做给妹妹，在天黑之前，妹妹自然就会醒了。这个饼干完全没有难点，你要看仔细咯。提前软化的黄油先混合糖粉，再分次把蛋液混合，每次都要打到完全融合，就像你们兄妹的血缘一样。香草精可是感情的调味剂，这么简单的饼干面团你学会了吗？嗯，会了。后面呢？自然是拿出魔法法器，在冻好的面团上压出图案，再扔到烤箱里15分钟，你就能得到一个饼干图案雏形了。接着是镂空部分的透明窗，爱素糖的高透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，放凉即可。如果你想要彩色，把你的水果糖拿来烤箱融化也可，就是透明度会差点。写到这里，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。最后还有个糖霜，这个比例也不要改，不然待会儿画出来会不均匀。柠檬汁可以去蛋心，至于颜色的搭配，那妹妹的喜好你自然最清楚啦。知道，红和绿。剩下的就是用你小时候学的本领填色，装饰就不用教了吧。我会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你看我这个配色能唤醒妹妹吗？你还差最后的粘合，要注意啊，糖霜别涂太多，中间放上妹妹最爱的彩色。你看你看，你可以去试试啦。妹妹醒醒啊，醒醒啊。哥哥，妹妹你终于醒了啊。妹妹，这个给你。谢谢哥哥。哎，习惯了。妈，饺子好了没？来来，已经煮好了。嗯，还是饺子香。今天过节记得吃饺子啊。给儿子摆个摊儿是怎样的体验？这是毛豆腐，这个鸡翅啊。不是毛豆腐，长毛的豆腐，还没有到臭的地步。哎，不是臭豆腐，是毛豆腐。这个北方不常见。各位狗，你们还有好多呢吗？在街上。对，煎毛豆腐老香了。饺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你吃完了，那他干嘛？你不等我回来就把摊给收了。还是免不了香味的诱惑，都过来。你能不能吗？再接。来来来，
分享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。看到他们这么大口大口的笑，肯定是很好吃的，大家赞不绝口。但是嫂子怎么还不来啊？都吃完了，就一块了。那他干嘛？你不等我就把他给收了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给你留了一个。呀，行了，别生气了。要让我不生气也行，给我摆个烤冷面摊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你看我这不放假了吗？不带我去米其林餐厅吃一顿？那我给你做个红烧牛肉面。哎，听说米其林上新菜了，我给你做个大菜吧。不是，我说的是出去吃。那行吧，给你做大菜。我刚从淘菜菜上买了一堆食材，在家做一桌不香吗？这云切牛肋骨啊，价格便宜，上面的腱子肉也不少，焯个水啊，待会儿啊做他意想不到的大餐，炒个糖色，虽然是要做红烧的，我红烧一锅牛排就能给他变出三种吃法。煎到金黄的牛排啊，浇上糖色，再丢点香料和没过牛排的水，哦对，黄酒必须放，炖一个半小时。现在搞我的虾，这虾不光个大，还新鲜的很呢。哎，猫咪都被馋到了。消冻后啊，我打算一顿全剁了。我家那个懒货啊，是不乐意吃宰壳虾的，所以我打算给他做那个巨火的一口全是虾肉的铁板虾滑，剁到起筋的虾泥还得调个味儿，然后啊顺一个方向搅到上劲，用我这个烤肠板烤虾滑再合适不过了。一定要挤粗粗的一条，这样才能煎出来外面脆里面的虾肉还嫩。哇，看着好香啊。不过啊还得剪成小段继续煎，再放蒜末洋葱爆个香，再放生抽糖烧烤料啥的调味儿，最后小葱这么一收，汤汁也干了，这个招牌小吃就被我攻克了。哇哦，简直香死了，铁板虾滑搞定。拿出冻番茄，那自然是要做番茄粉丝虾堡啦。冻过的番茄就是很容易炒出浓汤，当然番茄酱也是要加的，一勺盐两勺糖再加点水。我还留了几只带尾巴的虾，拍扁裹个淀粉下到番茄锅里，再来把粉丝咕嘟咕嘟，最后再撒个葱花。哇塞，这酸甜口的浓浓的番茄味儿，热乎乎的，太适合冬天嗦一口了。番茄浓汤虾堡搞定，差不多牛排也该炖烂糊了。妈呀，也太香了，把这几块大的夹出来，这块肉多做汉堡，刷个烧烤酱丢烤箱再烤10分钟，就可以组装大汉堡啦。最好吃的组合啊，肯定是海绵宝宝的配方啦。不同的是，我可用了整根牛肋骨替换了肉饼，那大汉堡搞定，翻烤了一根就直接摆个盘，就是一道西餐主菜啦。刚才炖的一锅啊，剩些小块的直接收收汤汁，就是一锅红烧排骨啦。那直接加到泡好的面里，这一碗红烧牛肉面口口带肉，可以放开吃，大块排骨面搞定，菜够了，再搭配点脐橙，哇，也个个锅大饱满，嗯，水分好足，这一盘正好可以解腻。还有古力多兔年定制礼盒，真喜庆，这过节送礼啊特有面。你给哪买的这些年货呀？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12月22日22点到1月20号去淘宝搜索淘菜菜，这忙了一年了，买点好年货，品类多多，还有各种精美的新年礼盒，价格还便宜，品质也是真的真的好。我要请吃饭了。吃啥呀？特别瞧的啥好吃的。哇，嗯，我最喜欢吃泡面了。嗯，我最喜欢吃路边摊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还一块火锅底料能把猪蹄卤的这么好吃。你看你的题错的，你做的菜能我做到题难吗？今天我就给你挑战。哟呵，挑战是吧？走，买肉去。这个是前蹄是吧？这块可以啊。你是不是不敢啊？哎，谁怕谁啊？来啊，来啊，也是来、啊，就他了，大猪蹄子。那我要做里脊肉了啊。找什么呢？哎，你别管了，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嗯，洗干净，焯水。老公，去给我切点姜片。你还知道焯水呢？我就是你武林的高手，今天咱俩就一决高下。这是武林大会啊！起火！哎呀，光顾着看他了，都忘了比试的事儿了。那我就用刚才在鲜肉铺买的里脊肉做个两吃。鱼了鱼了，哎，来，今天是小年，在我们老家得杀年猪，我特意买了猪前蹄，原因嘛，待会儿说。你都开的谁东西？多干净！小工，给我按下键啊！
哎呀，我得加点素了。小酥肉腌上鲜，花椒干炒香打碎。小酥肉的关键就是焦香味儿，再加生粉鸡蛋，抓把匀腌一会儿。锅包肉啊，今天就做个最传统最地道的，先把切片的里脊肉打一遍，这样吃起来肉才不会柴。加盐和料酒腌十分钟，就可以烧油把小酥肉炸了先。油温六成热，下肉炸到金黄捞出来。我还马上叫苏老来帮帮你。帮忙就是帮吃吧。你这也太慢了，这么半天才炸这么几根，再快也赶不上你吃的。好了，我要开始炸锅包肉了。沉淀过的土豆淀粉，只要稠的，加点豆油，抓不匀，再调个料汁儿，有嘟嘟的白糖，加几勺白醋，再来点老抽上色。肉要捋平，一片一片的下。好，起来了。切得薄，很快就金黄了，炒得更快了。蒜片爆香下肉，自制料汁比番茄酱版的好吃的多。搬了匀，再把这些丝丝丢进去。哎呀，瞅瞅这色泽，我肯定赢定了。来来来，尝尝我做的锅包肉，绝了！有你形容这么好吃吗？好吃到跳舞了呗！等我的中景好了，我能唱歌加跳舞。你中景好了？我看到你看你到底做了个啥？哇、哦，你看哈，我没吹牛吧？多棒！那得尝尝才知道。你给我老样子，粉丝先吃。待会儿你把小贾招来了。你在喊我吗？更包，好吃吗？居然被惊艳到了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还一块火锅底料能把猪蹄卤得这么好吃。好烂呐！那到底谁赢了？哎呀，什么赢不赢的，过年不就是一家人汇聚在一起好好吃顿饭吗？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做猪蹄，赶紧来尝一下。你品一下到底哪个好吃。哎，我直接吃这个了。对，就应该吃前蹄。这是你做的？可以啊，饺子爸，你赶紧吃，吃完了以后带你玩个游戏。我可是吃过猪前蹄的人。我开始了啊。哎爸，花都在这儿呢。贼一大铲啊！耶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！哎，太厉害了，一口一大堆，太棒了，真棒，真棒！哎，好了，够了是吧？嗯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我都。